据媒体报道，九日剧组公开一支张艺兴在片场三大暖举花絮影片，让网友看了直呼日常羡慕工作人员。影片中，张艺兴问导演下次剧组要在哪儿搭戏，我过来装个空调给大家好不好？导演立马回绝，但他仍不放弃，又问下一场呢？导演则建议得改流动空调走，他听了哈哈大笑。片场搬进一箱又一箱的炸鸡、薯条和咖啡，张艺兴人虽不在，但担心剧组人会饿而准备的，所有人都有份。接着画面切换到穿着病人服的他，手中拿着一把红包，是逢农历年发给片场每个人，祝福狗年大吉，让网友看了纷纷回应，导演说话好像在逗艺兴玩哦。庄老板大方又亲近，日常羡慕工作人员，哥哥真好，我也想吃大鸡腿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